你不得跑船露脚呢，我陪你一起露。 哎呦我的妈！ 咋了？媳妇儿，你看，转蛋的，他忘了人家小姑娘，他不娶人家，你看哪有这号人嘛？啥么啊？啊？那总比有些人强啊！他娶了人家，他不管，是不是有道理吗？啊？那人家顶多呀，他就是算个禽兽，那有些人呢啊，他禽兽他都不如，啊？是不是？ 媳妇儿，这有道理吗？啊！是不是？回家。哎，别！天哪！咦！哎呀！走远了，看看你啊！哎呀！ 我就问你啊，咱们男的是不是都喜欢那种啊露小香肩的呀，啊穿着小短腰带的，啊穿着那露超短就是露长腿那种小妮儿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还是喜欢你这样的。你说我这一人啊，你妈的，你还跟到人家去，你还喜欢我这一人，啊咋了？那春天到啊，万物复苏啊，又到那个发芽的季节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还想发芽？ 啊！我不发芽了，我发啥芽了？我都长老啊！我还发芽？人家家男的喜欢哪样呀？那你喜欢哪样呀？搂啥呀？我还是喜欢你这样哎！啊！我呸！哎呀，就那我现在还给你留桌子，啊，人家过去的还小妮，你看你那爷爷从这，人家勾勾勾勾勾，你看你这看的啊！我还给这留桌子，你都这好样，还喜欢我这样啊？我也会。滚！ 走，穿这不冷吗？这夏天呢，还老冷啊？穿上吧，这两天冷啊。我不冷啊，你喜欢看人家是哪样啊？那人家喜欢看我这样，你喜欢看人家那样露哎，那人家喜欢看我这样露。啊！那你赶紧穿上，穿好行不行？ 不穿，我觉得挺带劲的。你不穿是不是？不穿呢？你不穿。啥？哎呦我的妈！你不是好穿露肩的？来，我陪你一起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是，我穿那叫哇塞，那叫性感。你穿那叫漂亮。哎呦我的妈！性感，咋了？ 啊，给窗户看看，给窗户看喽！开窗户，开窗户！起来，我不穿，咱俩一起。你穿上啊！你这样，你这样互动率太高了。我不穿，不是亲眼。咱俩是好姐妹，开窗户，看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看了。别，你这穿上啊，你这不行。我这凉快。 好看，有气质，非常的perfect，非常的beautiful。我穿好，穿好，穿好，我穿好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嗯，走，你也穿好。真是，穿好。只要安全带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回家。